狗皇帝，看我杀了你！ 这不不让你再劈柴了吗？相公，你不是说劈柴是为了让我练刀法的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已经劈了这么多劈柴了，你这刀法应该有进步了，啊，咱们可以进行下一步训练了。啊，这个新的河神呢是兵部的总兵，叫丁英勇，科口俊秀，贪得无厌，我已经掌握了他很多证据，那不赶紧去办吧。 可是属下只是一文职，所以你看这事儿，要不让裘大人去办，怎么样？那好，大王，就由你安排裘卿要去办吧。是。